2017年的2月16号，我们将离开河南的龙门石窟。在伊河的右边是属于的西岸，现在所看到这边是属于东岸的部分。最大的是承天寺，是整个唐朝武则天斥资了2200亿元修建的部分。现在看到正上方的话，还可以看到叫香光寺。这是佛前东路，刚才我们右边边是佛前西路的部分。我们刚刚又坐了电瓶车，上面这就是所谓的香光寺的部分。在右手边就是龙门石窟，左边是白猿，现在下午的时间是3:45，离开河南龙门石窟，即将再前往河南最有名的白马寺，也是法传人尊者跟色罗人尊者在第42章译中国第一部佛经的地方。OK， 先告辞一段落。幸福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旅第5天，小编 Steven， 拜拜。